我退出来了。哦，可以的，来我拉你。嗯，你为什么要喊老板色鬼呢，小姐？我有点伤心。那难道不是吗？难道就是碰到别人说，看看你的黑丝，难道这不是色鬼吗？那我，不过那我说话比较直接嘛，先讲到这。我知道现在的男人可能都是这样的，我看网上都说了，就是什么是高情商，哦，什么是低情商？低情商就是哥哥带我上分吧。什么是高情商？高情商就是哥哥我买了一双黑丝。可以的啊，小姐。可以的。那小姐等一下视频的话能给我换一个吗？啊，我去找找吧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没事的，因为最近不是冬天嘛。冬天咋了？冬天家里开个空调不就行了吗？冬天啊，家里没有空调。你咋风扇坏了，空调也没有，咋的了？啊，真的没有空调。太难了。嗯，小姐，咱俩这把来一把比赛吧。我觉得咱们光玩游戏其实没啥意思，没啥意思、好吧。你直接说一个游戏好吧，咱们比输赢来，你定，小姐。嗯，我定啊。对，你定。哦，对，我是辅助，还想打把 AD 来着呢。你定，你可以问一下队友吗？看让不让你位置。哦，我问问啊。他应该不会让的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们就定什么呢？定，我们就公平一点，好吧？要是你杀了人比我的助攻多，我就换。可以的啊，小姐挺行，是不是很公平啊？我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挺公平的。那行，小姐。那这样吧，小姐。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擦口水吗？不是，咱这样吧，小姐，我人头数比你的助攻数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其实有点不公平。等一下的话，如果你输的话，你不仅换衣服，再给我做一点惩罚，好吧？什么惩罚？像你每天也挺劳累的，就罚你做50个俯卧撑吧，好吧？什么？就是在做不了，小小年纪为什么连个运动都做不了？我一个我都做不了，一个都做不了，咋的了？嗯，因为我身体比较弱，我前段时间才从医院里回来，因为胃病住院了。哦，那就更加要运动了呀，小姐，不运动的话对身体不好啊。是的呀，所以我每天吃完饭都会出去散步呀。哦，那你。比如说半半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小姐，半半 ID 88啊，58啊，58五个八8888885个8 5个8。那这样吧，那要10个俯卧撑可以吧？粉丝的话就200个，200个人。不行，200个粉丝，但是有很多人关注。哎，10传10，10传100吗？因为你挺优质的，他们把你推荐给其他的朋友呗。是吗？是的呀。真的吗？那我为什么我这么优质都没有人来找我打游戏呢？因为你可能比较菜吧。那就做5个吧。好吧，小姐，别搞了，我是个主播，你稍微给我点面子好吧。俯卧撑，我面子不要了，没力气，我最讨厌人家拒绝我了。小姐，换一个行不行？我给你举重行不行？举重啊，你给我来5个深蹲吧。好啊。什么是深蹲呀？深蹲就是扎马步然后蹲起，可以吧？那是什么呀？让我想想啊，让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蹲马步然后再站起来，这个叫深蹲是吧？诶，但是我记得我以前迟到的时候老师罚我做的那个叫什么，叫就是哥哥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你先站起来你再蹲下去然后再站起来，那个叫什么？喂，哥哥，
哥哥，哥你又掉了，哥你又掉线了。你又掉线啦，难道是我掉线了吗？喂，小姐，我在呢。你干啥呢，小姐？我说那种，就是以前我迟到了，然后老师罚我做的一个，就是我站起来，然后我再蹲下去，然后再站起来，再蹲下去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蛙跳。不记得了，不是蛙跳，不用你跳，就在原地。那就人跳。你也不是人跳吧？你就扎马步，把腿双腿叉开，然后蹲蹲蹲就行了，不要半蹲。能听懂？看过那健身房那种，那个小姐姐健身没有？啊？没去过健身房。没去过健身房。嗯。那、啊、你这个也，我就做之前，要是真的你的杀人的数比我的助攻多的话，那我就做之前老师罚我的那个可以吧？就是、迟到的那个。哦、啊，那也行吧，小姐。我看你声音好听的话，我就同意了。行。嗯。可以的。哥哥真好。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启王者模式了，小姐。嗯。王者模式。对，王者模式。你知道什么叫王者模式吗？我也要开启我的王者模式了。你玩的是辅助是吧？行。嗯。我这把只要不去下路打架就行了，因为在下路打架我很亏，我不去帮你下。嗯。嗯。兄弟们，大家记得给这个半半小姐点个关注啊！咱虽然说粉丝不多，但是是一份心意吧，支持一下你，好吧？是的，支持一下我，啊、关注一下我。五个八啊，兄弟们，咱们人可能不多。这个哥哥点点关注，支持一下这个哥哥。没有，我直播的话就是图个乐的，小姐姐，没人送礼物，讲道理，玩的太好了，没啥用。那大家刷点吧。刷什么礼物呢，小姐？哥哥你咋不给我送一点呢？老爷们，刷点刷点。你咋不刷呢？叫别人刷。给这个哥哥刷点，大半夜的不容易，在这里打游戏，还要带我这么坑的妹妹。还要花钱带我这么坑的妹妹。我看你是老鹰打饱嗝，鸡儿吃多了你，小姐说什么虎狼之词？嗯，虎狼之词，很好。我也为你做不了什么吗？你可以做得了什么呀？那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嘛。你看我连风扇都换不起了，我哪有钱来给你送礼物呀？也是啊，你一个月工资有多少钱啊？小姐就想接点单，挣点钱，把我这个风扇给换了。你一个月上班的话赚多少钱呢？没多少钱，我们，哎，不提了，我不敢说。不敢说。没多少钱，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啊，不聊这个，好的。做的都是累呀。哦，可以的，小姐。那你为什么不兼职一下呢？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姐都会去兼职，你也可以兼职一下。这不是在兼职吗？哦、你是让我也去开直播吗？但是我太菜了，别人会笑我的。我看你唱歌挺好听的呀，江大爷，这是你的才艺啊。我唱歌呀，对啊，我会唱歌挣钱。唱歌点你歌单的话得多少钱呢？也是20块钱。20块钱？嗯。那挺便宜的啊。因为唱歌会比较贵一点的，比打游戏稍微贵一点，因为我打游戏属实是一般，但是我唱歌还是。比一般还是好一点点的啦。可以的，唱歌有才艺可以的，小姐，我觉得你有才艺，加上你的 ID 很秀，我觉得的话你很有机会在半半火一火，讲道理。真的吗？对，你现在有个一炮而红的机会，希望你把握一下。小姐，你听说过智勋吗？小姐，听说过呀。我摊牌了，其实我就是智勋。哦，对对对，哦对，是的，我说怎么感觉你的声音有点耳熟，我老在那个抖音上刷到你。哦，我就是智勋，小姐。哦，我就说嘛，怎么会有人提出来要看黑丝？我操，这他妈是能说的话？你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黑丝不很正常吗？你穿黑丝不是拿来？经常
不是给人看的吗？我每次刷到你都是要看。那我喜欢看的，我说摊牌了呀，那就看嘛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对吧？做人得真实一点，是吧？喜欢看就说嘛。你晚上你这么晚还在直播呀？那不然呢？不行，我要去看。不行，我不能切这个，我等会打不过，我得好好打。摔死了，可以，一头战死了。嗯，这两个人这么坚挺吗？那咋了，小姐？我突然觉得你说的很对。是呀，那女孩子穿黑丝干啥呀？我感觉我买风扇有希望了。你现在有个一炮而红的机会啊，把握一下，小姐。是的。啊。那我得好好打了。好好打，你不用好好打，小姐。等会很多人都说我菜。你不用好好打，咱直播间的水友不喜欢找那种游戏玩的厉害的，不需要，因为他们平时看我直播。平时就会学一些技术，你是很厉害。对，他们其实很强，他们现在想找一个比较会聊天的小姐姐，比较菜的。比较菜的，会聊天的，这样的话，他带你赢的话，会有那个成就感。哦、对，有成就感，对吧？哦、我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就是挑战是吗？挑战谁能带动大贝贝？大贝，你叫大贝贝是吧？我来了。对。我来了，看好我的位置，很好，交闪得病，这人是不是得病了？我来了。您是不是疯了？这个人能不抢头吗？怎么你还想蹭个人头是吗？300块，拿来。人头跟我拿助攻是一样的。可以，也是啊，小姐。我现在两个头了，你就一个头。嗯。怎么说，小老弟？翻墙。怎么说？那肯定是你赢不？那不一定啊，嗯，那我都是咨询了，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些无理的要求？只要我想让你赢，你怎么会输呢？也是啊，小姐，一般有格局的小姐都是故意，不是？刚才如果你有格局，你都不带动手的，啊？我怎么就不带动手了？你连助攻都不要？那我肯定要呀，助攻是钱呀。助攻挣了100块钱买个燃烧宝石，我不香吗？你没有格局，小姐，格局低了。嗯，不，我有的。小姐，咱俩这么有缘的话，能不能答应几个老板无理的要求？你说。等一下给我来几个变装表演怎么样？变装表演，你想看什么？就是变装表演，就是换两套衣服啥的，可不可以啊？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呀？我喜欢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点陪玩又不是为了找女朋友，咋了？我就问问，我又不干什么，怎么还怕回答我喽？我喜欢什么？你指的哪方喜欢？是那种男女朋友的喜欢，还是就是喜欢看的喜欢？肯定不是喜欢看的喜欢，你都看了那么多。哦。我喜欢那种。那我比较喜欢那种懂事的、善良的，然后。善良的。对。是的。懂事善良。天使一样的是吗？就是孝顺父母，然后。哦，平时喜欢这个看看书啊，唱唱歌，就是那种有那种比较好的那种兴趣爱好，比如说唱唱歌、跳跳舞啊，或者说是什么呢？或者说是什么就比较健康的，画画呀、写字呀、写书法呀、跳芭蕾呀。跳民族舞呀，这些都挺不错的，但是不喜欢那种什么抽烟的、喝酒的，不太喜欢、啊。那我不抽烟，我也不喝酒。我以前是学民族舞的。民族舞啊，那太好了呀，小姐，打完这把，咱视频的话，给我整一段民。那给你跳舞肯定是不行了。咋的了？
因为我是初中的时候学的，现在估计已经不行了。那你跳广播体操可以吧？不是不是说好做的是那个什么蹲起吗？怎么就广播体操就出来了？哦，那行吧，小姐，我以为你有啥才艺呢。嗯，才艺肯定是有的。你有啥才艺啊？那你给我唱首歌，直播唱首歌怎么样？直播唱首歌？我觉得怀疑刚才你是假唱。哦，我还打算用手机给你视频的，那手机怎么唱歌吗？手机也可以清唱的呀。没有摄像头，手机清唱可以啊，你想听？涛涛，涛涛，有这首歌吗？你用手机跟我视频啊？嗯。你没有电脑视频啊？电脑没有摄像头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因为我不做主播的呀，我就是业余打打游戏，唱唱歌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别怕，我靠，这个人在 K 头，我靠，这个人我怀疑他有 K 头的嫌疑。咋了，小姐？多大了？我今年27了。27。啊，94年的。你妈逼你找对象了吗？你是不是在骂人，小姐？我没有，我问你。你妈逼找你对象了吗？不是，你妈逼你找对象了吗，小姐？啊，我这么简单，我妈都不能替我去相亲。你妈逼你找你对象了吗，小姐？我妈挺着急的。你妈挺着急的，那你咋不找个对象呢？啊，嗯，没碰到嘛。碰到啊，你要咋碰啊？这肯定要缘分呀，对吧？缘分呢，要可能有一天就碰到了呢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啊？我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对我好的。啥叫对你好的呀？凶我的。不凶你的。不能凶我的。对，不能凶我，要让着我。那你会做家务吗，小姐姐？我会请保姆。请保姆啊？那你得找一些那种赚钱比较厉害的。我自己也可以请啊，那我自己赚钱请。你咋的了？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？你不说赚的很少吗？你请啥保姆啊？啊，赚的少，那我就省点呗，省点请保姆呗。现在的小年轻都不太喜欢做家务啊，为什么呀？不是，主要就是不太会做家务，因为以前小时候妈妈也没让我做过，然后就是做什么都做不好，然后也可能反正做饭也不好吃，然后做什么都不是很累。你骂了个 boss 的，这个毕业是真会 K 头啊！好 ，K 头怪，吓我一跳，这。你看我都没混助攻，看到没有？可以啊，小姐姐有点格局了。嗯。我要给你涨点粉丝。嗯。嗯。那你关注我一下。那你不会做家务，你在恋爱里面扮演个什么角色呢？是那种勤俭持家的，还是那种在外面上班的女强人呢？我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想，也不是很想上班，但是还是得上班的呀，因为不上班的话就很无聊呀，没事情做。哦。咱直播间人挺多的啊，喜欢什么类型的可以说一下，我让他去伴伴给你深入交流一下。嗯。这个，嗯，不知道，可能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没有一个标准吧。哦，也是啊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觉得你挺好的。哦，我是个好人是吧？不，要不要加个微信啊？这么细吗，小姐？好细啊！我可以给你点赞吗？我可以给你的朋友圈点赞吗？我想日他，但这个人有点皮，吃你塔皮。嗯，那你为什么会考虑做那个法官助理的一个工作呢？不去找其他的工作呢？
这家里找的工作。哦，家里找的。嗯。嗯，可以的。嗯。你看，你在刻意逃避我的话题。逃避？我是你说啥了？我说能不能加你？你在逃避我。你要加我好友啊？嗯。加我好友的话，一般都会给我发非常凉快的照片。你会发吗？可是我没拍过，我连海边都没有去拍过泳照。对吧？所以说，对吧？你都没拍过，你怎么进入我的微信好友呢？哦。行吧。嗯，伤心了，我要开始送人头了。送人头可以啊，我等下给你来个五星差评的呀。我开玩笑的，我错了。啊，我也开玩笑的，小弟。嗯，我怎么会忍心给你五星差评呢？是的，不能给我差评，要给我好评，还得是带字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夸夸给我一顿夸的那种。不然怎么会有下一个？哎，漂亮，吸血鬼拿头，你说气人不？嗯。嗯。他没大啊，别怕他，你搁这走走啥位呢？他没大。哇靠！位置电脑一血，没抢到头，有点气。嗯。是啊，扛塔都没抢到头。兄弟们，这个小姐姐现在多少粉丝了？大家记得给他关注一下啊！关注一下。我都没看。你没看呐？我在专心的打游戏，我真的很专心。没发现我这把一次都没有死吗？看到了，确实啊。嗯。而且我们还推了一塔，你没发现吗？确实啊，小姐，好戏啊！我超认真在打的。嗯。嗯啥呀？直接推荐。不是你在嗯吗？我嗯了吗？我啥时候嗯了？哪个清明之靴吧？好快的！别给我逮到了！急走之靴了。哦，太贵了，那咱们快去。来了，老弟，看好我的位置，给我撑个柱。助攻都不给撑吗？小老弟啊，插了个眼，这边我好真会插，居然在这边插眼。嗯，喜欢这个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，我觉得这小姐姐大家如果平时的话私底下点单的话可以点一下20块钱，我觉得聊聊天谈谈人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谈谈人生谈谈理想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是天天接单吗？还是偶尔接单呢？有空就会接。有空就接。我来了。嗯。我操！溜了。嗯。咋每一把这么焦灼呢？这个吸血鬼咋这么会补刀呢？166刀，我靠！17分钟补了166刀。这把得稍微小心一点，这吸血鬼有点像小代练，小心一点，装备有点好。嗯，我会小心他的。这把感觉不一定赢，吸血鬼有点狠，虽然说我的补刀比他更多一点。推塔，推塔，翻墙，我来了，小姐，看好我的位置。嗯，他有大吗？情侣吗？啊，在草里，在草里。你怎么笨死了你？我不敢去，我不敢去。我靠，他们走了。草里你不敢去，你个路过了呀。我没靠近那个地方嘛，他很久没那么长。我溜了。嗯嗯，
峡谷都拿了，这把不太好打，讲道理，这把不是很好打。我会尽力的。像你平时的话，有什么业余爱好啊？啊？平常的业余爱好吗？啊。嗯，种种花。种种花呀？种什么花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像奥特曼、猪猪侠、闪电小子、葫芦娃你。这是啥呀？还搞反蹲，我靠！嗯，我看你是厕所里点灯，简直就是找死你！长剑下红，吸血鬼十三级了，来！我看到了，我来了，哎，我也来了，皮城执法官犯病了。翻墙，翻墙，我来了！翻墙，我来了！翻墙！哇，这血管不好吃的。哎，这个隐身气不气？能跑不？我跑不掉。跑不掉了，我吐了，我溜了，我回家了。吸血鬼。我实在跑不掉。好像也没啥了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木刃的话，如果不是木刃，是不是死了？当你在杀其中一个人的时候，另外几个人在激活你，你本身很脆，虽然说你的伤害很高，但是就是这样，能看到吗，兄弟们？是什么？知道为什么出木刃吗？学会的朋友打一波，学会了；没有学会的朋友点个关注，我。教你怎么玩，不太好赢。但是我觉得还好，相信你可以打的。我靠，这么肉啊！小姐姐这么肉啊！这个我来了。嗯。盖伦160刀。哇，我。可以啊，我好，你不给最 C 的人，兄弟，难受了。小姐，你的声音可以比放大一点，声音有点小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嗯。我说，我觉得我们这把可以赢，相信你。哦。这还有一个蓝 buff， 你想要吗？那个好像有点远哦。操！真的是三顾茅庐，真的是。嗯。这个吸血鬼也没有很牛嘛。吸血鬼不牛啊！捡回复来一个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他牛不牛了，等一下。嗯，主播，我1米7，我能把你一只手拎起来揍你吗？哦、对、啊，你好像个魔教黑山老妖，你还拎起来揍我？嗯，凡事先问自己配不配？嗯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我在跟这个水友说话呢，这水友搁着在意淫，谁听得出？嗯哼 ，rampage， 感觉现在黄金局比大师王者局还难打，太难了这个局。是的，我也感觉。就我这样实力的男刀打这个分段还是有点压力的。来了。你杀的多呀，其实。别怕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嗯，我已经不怕了，我已经凉了。
砍死他，快走快走快走，等一等等一等，别晃，我溜了，我靠，好难杀呀，太难了吧，我觉得我要做个黑切了。嗯，兄弟们，你感觉了没有？我感觉这个黄金比我打那个大师局还难打。我靠，一个个玩的这些真正儿八经不菜的。你看这吸血鬼，24分钟补了220刀，玩的很稳，发现没有？像一般情况下玩大师局，吸血鬼基本上都被我三级单杀了，他还能活，一次没死。你说他这个分段呢，我直播吃屎带一波线。嗯，像很多人都打小号吗？不信的话咱们这把查一下 ID 你看一下，你得信我，兄弟们，这一点你们必须要信，不跟你们开玩笑。我来了，打起来了打起来了，翻墙，我来了我来了，这个人拍的直接给我拍吐了，我操，我靠，打不动这个镜，得来个青雨了，鞋得换了，水银鞋，对吧？控太多了，吸血鬼，吸血鬼大帽子了。卧槽，一个比一个狠，够狠够狠。嗯，你搁这打字呢小姐姐？嗯，跟谁打字呢？没有，突然有工作上有点事情回了一下。哦，咋了？上钟了，啥工作？这么晚还有工作？11点半了。没有，就提跟我有几个事情没解决，跟我说了一下。哦。我去做视野，把大龙视野做一下。大龙看一下，在打龙呢，他们。小姐。打完了。哇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靠，好难赢。嗯，这个上单和打野谁杀呀？我们 DC 完全打不动他。对呀，这个上单和打野谁杀的死？他出了破甲没有呀？他也没出破甲，还需要出个重伤吧？这把不太好赢，咱们这个阵容菜刀队打不动前排。嗯。近的话打肉也不是特别厉害，这把多半是没了。靠我一个人不行，杀下路两个人没啥用，这下路两个人杀的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人挺多的。情侣出了板甲可以，他怕被你切吗？好，好难切。这些输出根本就……哎，漂亮！
怎么说？上单大开的好，可以，这大开的好，继续打。不行，吸血鬼太好了，吸血鬼进场没人顶得住。怎么说？好像兵线进高地了。ADC 站的位置太远了，太难切了，切不了。打不动，你看他 A 一下都没有什么伤害的。打不动这个战略，你打不动这个。这不伤、啊。你看这个太狠了，一个 Q 半血，哎，好拉好锤，怎么说，哎，好定，怎么说，能打吗？漂亮，好大好捞，漂亮，能跑吧，血手出发，闪现被他闪了，不行，回个血我就过来。大青雨来一个，兄弟们，这个谁听得出啊，这一把对面这个阵容不太好处理，还不走，带线了带线了，真牛阵容，太狠了，我操，好烦。直接推线、啊，翻墙十七级，我等级高，我这把等级高没啥用，我打对面前排不是特别厉害 ，ADC 有个表，这一把怎么打？这把除非我们的 AD 他伤害能就是很爆，他青雨做了伤害，现在有了，还得打得动才行，我操，打攻了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哇，打野不在，这个保不了他呀，我尽力了，几换几啊？三换三还行。走了。打不动，我操！我得换个星矢了，兄弟们，这个装备得换了，因为打前排能力不是很强。买了，卖了，星矢来一个，再来个黑切。我这个装备的话，好像没什么装备可以换黑切。来瓶药，机会有。星矢出了就有点肉，伤害就有点高了。嗯，我去做眼。溜了，我有点不是很敢过去。他们在打大龙，肯定在打。怎么办？这个，就得让吧。
看你们的了，我不知道。奶糖，奶糖，奶糖。好，这一波感觉有机会，我来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我操！怎么这么会跑、啊？我们输出打出来了，但是没打死人。哎，收回来 ，nice！ 哎呀，他妈太会跑了，追不上！我操！敢、哎、跑不，小老弟呀、啊？加美了。快跑！加美了，是的。这一波感觉应该可以赢的，这一波团居然没赢，我靠！对啊，我也感觉可以打的。吸管没切死，跑得太快了，吸一口加速根本追不上。守塔，守塔！卧槽，卧槽，卧槽！操这个逼！啊！可以。嗯。不推完了，你杀了多少个？我杀了几个？那小姐，咱们视频一下吧。嗯，可以啊。哎，五万四的伤害，小叶把咱们怎么视频啊？你加我 Q 呗。那你把你 QQ 发我吧，好吧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大家喜欢这个半麦小叶可以关注一下，半麦 ID 五个八啊，非常好记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。你是要下播了吗？没有，跟你视频一下，视频完我就下播了。视频完就下播了。你不是还要听我清唱吗？要不要来班班来听我清唱呀？可以啊，你先把你的 QQ 发我嘛。嗯，好，你把你的发我吧。我算我把我的发你。这一看就是水友。不太方便。把你 QQ 发我呀。发你了，私聊发你了。发我了，好的。全他妈是精力值，操！太难了。然后给我发，你加我，然后给我发个消息。今天不抽个奖吗？今天不抽奖了，兄弟们，奖就不抽了。今天不来伴伴看看贝贝吗？看你有什么好处呢？看你。看我给你唱歌呀。来，我的口红呢？那我给你发消息了。嗯，我的口红呢？那视频一下来了。我的口红。那我好，我打给你。等一下，我打给你，好吧？我打给你了。用那个手机打给你。啊，行行。电脑没有摄像头。啊，那你打给你，那你搞快点。嗯。有人说都是内定好的，主播白嫖引流。咱们退一万步，就哪怕是白嫖引流，你吃亏了吗？这位水友不吃亏吧？对吧？看直播图个乐，第一没要你花钱，第二喜欢这个小姐姐关注一下，以后万一你要点陪玩小姐，那个防止你踩坑，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呀，对吧？何必要搞得个跟那个名侦探柯南一样干嘛呀？有什么意义呢？看个直播跟搞得好像侦探一样。感谢凌晨的居送的飞机，感谢老板的一个大飞机啊。嗯，Hello 你好。视频好糊啊，小姐。手机会有一点点糊。手机好糊啊，讲道理。是吗？啊，好了，好起来了。现在呢？看一下。今天是1.5倍亲密度啊。你穿这个衣服干啥呢？不能给我换个衣服呀。啊。嗯。
不能给我换个衣服啊！你这头发扎起来，我看看。扎起来好看，哎，扎起来好看。是吗？啊，对，挺好看的。那是没有。扎起来好看，你听我的，小雨。在家里面就没扎了，没舒服。扎，你能给我换套衣服吗？你这穿的是啥呀？睡衣呀，在家不都穿睡衣的。你不是说换过膝袜吗？换一个 JK 制服配个过膝袜呗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去换。嗯，好的，等你，快吧，快点。志勋胆子大，带妹就怀了，感谢你的飞机啊！喜欢这个小姐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半麦 ID 五个八啊，大家记得关注一波啊，半麦 ID 五个八，这个小姐姐还是挺不错的啊。五个八，五个八，现在小姐姐多少粉丝了？帮忙看一下啊，五个八，五个八。还可以，长得还行，可爱类型的，大家应该喜欢这种可爱类型的，不喜欢那种整容脸，懂吧？哦，啥意思？这么快吗？不是吧？你换衣服这么快吗？对啊。因为这个本来就挺方便穿的呀，你能扎个衣服吗？你能扎个头发吗？只有一个皮胶。就皮筋就扎一个就行，就马尾辫嘛。哎，对了，这样不好看多了。哎，是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有点那种学生的感觉了。是吗？五那个可以。八。这样吗？你能站远一点给我看看吗？啊，故意 desk，站远一点我看看。医院的了呀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挺好的，小姐长得挺好看的。兄弟们，这个小姐姐喜欢吗？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啊，小姐姐，她这个摄像头是这样的，我的脸就你站远，她没有近起来好看。她平时拍照的话，应该有这个感觉，就你离这个摄像头很远，就会把你这个人会变丑，发现没有？就往往是这样的角度是最真实的。就小姐长得可以的，就平时我站的比较远的话，我的脸也会变大，懂吧？怎么看不到你呀？你要看我，来，我给你看你，看我来。哇，看到我没有？果然你还是技术区里面最帅的。算吧，还行吧，小姐。你家灯好亮啊。灯亮吗？有补光灯呢，咋了？哦，好吧，我没有补光灯。来，给我唱首歌吧。这样吗？啊，都行。唱歌。哎，你深蹲还没做呢，讲道理。就这样，小姐姐，就这样呀。衣服都给你换了。衣服给我换了，就这样。兄弟们，这个小姐的房间号是五个六啊，五个八啊，四个八，兄弟们，四个八。等一下的话，大家喜欢这个小姐可以关注一下，房间号五个八啊，四个八，可以爆破一下，魔教程可以去下一波编四个八。你可以来这里听我唱歌呀。大家可以去这个房间号里面听她唱歌啊，四个八。你会来吗？我会来吗？
那我能告诉你吗？你肯定会说不会。嗯。那清唱首歌吧，小姐姐，好吧。清唱首歌，你想听什么呀？你唱啥我就听啥。清唱，不知道。那我想一下我能记得的歌词。嗯，能够记住的歌词。不是有一首歌最近还挺火的吗？啥歌？你唱吗？好像是之前挺火的，好像叫什么什么来着，哎呀，我会有点记不住歌词的，因为忘带领结了。那咋办呢？那你现在想干啥？我得看着电脑歌词唱，我才会唱。不然来，让我给你唱吧。那你对着电脑给我唱吗？嗯。那你可以站在电脑面前吗？对着电脑看吗？电脑面前吧。嗯。嗯，哇，这样好糊呀。咋了小姐姐，你搁这干啥呢？当模特呢？站着不动。我想把手机拿，不是因为我现在离电脑挺远的。那你拿去电脑那边吗？把手机拿去电脑那边。嗯。好吧。你在干啥？看自己啊。啊。没有。那你搁这干啥呢？嗯，因为我是拿手机支架的，然后我就现在把支架拿开了。哦，好的。我看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有什么歌呢？哎呀，可是那边好糊呀。嗯。还是放在这里吧，因为不想一直拿着手机。清唱啊！哦，清唱就行了，唱首歌就行了。喜欢这小姐关注一下，五个八，房间号四个八啊，兄弟们，下一波变，到时候可以去听里面听小姐唱歌啊。这个可以。嗯。那清唱了，好的，有点小紧张。我这样说话你听得清楚吗？哦，可以啊。不是不夹钱。嗯。会有点紧张啊。你别看摄像头，你就把我把我摄像头关了，你就当做你不再跟我视频啊。嗯，可以吧。一个愿望全世界逛逛，上那个广场放耳塞回廊，有一个男生出现在身旁，他心地善良，他性格开朗。第二个愿望，外太空翱翔，有他不慌张，宇宙间荡漾。第三个愿望，牵手在教堂，他是新郎，我是他的新娘。可以，还是很紧张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小姐，差不多了啊。喜欢听这个小姐，这个小姐比较紧张，兄弟们，毕竟就那大家理解一下，不是。比较害羞，好吧，那接下来就等你们去开发了啊，差不多了，小姐，这样咱们喜欢听这个小姐唱歌的可以去房间号四个八啊，那小姐咱就先这样了，好吧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喜欢这个小姐可以关注一下，半麦ID五个八啊。嗯。